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馨怡小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张张曼娟。老师，我这次要一起跟你录那个 Me 成品的 podcast， 我非常兴奋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曾经入选为成品十大作家呢。但我当时其实是很紧张的，同时但我也觉得很荣幸，因为第一次跟曼娟老师的名字就是这样子那么靠近。太感动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期要更加的靠近，我们来聊一聊创作，我们要来聊一聊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靠近的那种。